的不是故意惹你生气，是我态度不好，总是让你在我旁边哭泣。我说我个性急，声音有时比较大，这都是借口，我像个孩子长不大。对我百般容忍，那种失望眼神是泪水在眼眶打转，多了一点恨。我的心就像被草人扎针，痛不欲生。你想插死我的话，我给你一根针，但可不可以先让我把话给说完？有些话放在心里真的有点心烦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再把音乐给他关。我随时随地等着接受你的审判，美食地图准备好了，想去哪里晚餐，如果不够的话找你姐妹一起点餐。我保证我从今天开始真心不换，我会升级每天给你加班的妈妈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，又让你不开心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我想你，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好喜欢你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，又让你不开心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我想你，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。宝贝，请你给我一点信心，人体全面升级，现在已经变成景祥 3.0， 都没有任何前女友，只剩下双手的爱你的那颗心，没有任何人能防守，只能求求你希望爱我别走。为了哄你开心，我从来不怕出糗，担心有人趁我不注意还对你出手，我会让他到阎罗王的房间走走。我们去升级，把宝物升到永久，把它修好，就算遇到什么问题都不丢。有什么得意的就让我们一起求，看到神奇宝贝就让我们一起搜。面对未来路多少有点蜿蜒，我相信我应该准备的万全，不怕有天你会觉得我碍眼，但要加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，又让你不开心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我想你，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好喜欢你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，又让你不开心。我说宝贝，就让我说声我想你，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。